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影奴攻略》，呢关就系挑战模式嘅第20关。咁完成条件咧就系要华丽值超过3000以上啦。咁非常简单嘅，只要一只木马加三个华丽陷阱，咁就完成。智难咧就系一开始点样定住你嘅对手啦。今日用只木马，咁之后咧就用呢、這个攻城锤啦，落石啦，同埋呢个魔神之拳。咁同埋搭埋呢个长颈陷阱之后咧，3000嘅华丽值系手到拿来啦。大家觉得有冇咩难度啊？我觉得就应该冇难度嘅。咁就睇片啦，都唔讲咁多啦，拜拜。